嘉义市中山路是嘉义火车站通往中央喷水圆环非常重要的干道，沿线两边是老一段通行宽。嘉义市政府为着营造友善、以人为本的通行环境，前日经完成六个路口22处道街的改善，来优化行人步行的环境。同时，将部分路口行人穿越道的线路来退休，保持更加安全的人车距离。另外，也来增加着导盲行穿。来保障着市中朋友过马路的安全。嘉义市中山路进行的无障碍通行环境改造，工程经费大约330万，对四月份开始施作，范围包括着国华街、中义街、民生北路、西营街、新营路和西门街在内六个路口。总共改善22个路街的所在，经过两个多月的工期，在市民和当地店家互相配合之下，工程顺利在6月13号完工，提升友善、以人为本的通行环境。市政府为了营造友善的人本通行环境，我们在6处共22个位置，然后改善了斜坡道。那斜坡道改善的内容就包含了我们无障碍的一个坡度的调整，还有路口的外推，以及改善了行车的视角。然后更进一步的，我们全面汰换了格栅盖板，还有增设导盲的行穿线，来辅助盲人的一个行走的辨识的一个动线。那我们工程的总经费总共是330万，然后是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做，也顺利的在6月13号完工。那我们市政府致力打造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空间，期望的就是能够提供市民还有游客更加舒适友善的人行环境。这次的改造包括改善到无障碍坡道的路线，优化路口护车和人行道路线的整合，路口外侧和标线的中正，更进一步全面改善停车格的装面，还有光线箱的迁移，也增设导盲行穿线，帮助有视力障碍的民众分辨到行走的路线，全面性考量所有使用者的需求，营造友善无障碍的通行环境。嘉义市政府致力打造无障碍通行空间，希望提供予市民和游客更加舒适友善的通行环境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秀山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